复仇者联盟三即将要上映了，所有的英雄们都引颈期盼，现在跟着记者的脚步来进入英雄的世界吧。这尊钢铁人公仔由合金打造，重达近10公斤，高度约90公分，每一个关节皆可转动，公仔内还可以放置电池，让它发光。老板他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的英雄，那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玩具店，透过这个跪体的结合，然后跟英雄展饰品，然后就是一方面也是实现他小时候的梦想，然后还有他现在的事业这样。除了在电影院里面享受英雄的魅力，不妨走出户外，一起来英雄馆里面，一起来一场亲子的互动吧。